文文从老家回来了，非要请我吃饭，真的是太客气了。你看你这太客气了，就帮个小忙，还非要请我吃饭。哎呦，没事，不就吃顿饭吗？哇，这厨房间昨天什么都没有呢，今天就应有尽有了。哇，那么多吃的，哈，今天有口福了，有口福了，好。哇，听听，出来吃饭了，阿坤到了。真的好多吃的。都我那个刚才来的时候，那个上班公交车没赶上，都流口水了我。来，阿坤，吃个虾，昨天搬家辛苦了。谢谢谢谢。好了，来，咱俩碰一杯。啊？来，辛苦你了。哦，没事没事，真好，吃了。那个，感谢两位，酒足饭饱，感谢招待。喝一个，喝一个，喝一个。那个，能不能问你两个问题啊？就是这么多房间，你们两个住，是不是太奢侈、太浪费了？我还有个房间，我过段时间我闺蜜过来住啊。啊，那你们三个美女住的话。不是很危险，岂不是？那难不成还花钱请个保镖吗？找个免费的啊。上哪找？我，我免费。那你来你就来呗。他没问题，我也就没问题。好，两位，一言为定啊！一言为定，我给你们免费当保镖啊！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啊！